大家好，我是苏若飞。我是邵瑞宇，我是吴双双，我是何文轩。我们是纯真年代乐团，我们的导师是陈慧清老师。在这次 AAA 世界古筝大赛中，感谢评委会给我们颁发了业余重奏组银奖。古筝自古代以来是中国特有的、为大众喜爱的民族乐器。在学习古筝的道路上，我们领会了东方音乐的独特的魅力。作为海外华夏子孙，我们很荣幸能学习这门乐器，把中国的国粹传承下去。音乐是一种平静而美好的享受。当我弹古筝的时候，我在欣赏中国音乐的美丽和优雅。在我们全心全力努力地排练这首曲目中，我们得到了一个能让我们提高个人和团队合作技能的一个机会。感谢陈老师的细心指导，感谢队友们，感谢 AAA 世界古筝大赛，让给我们机会在舞台上展现古筝的魅力，让我受益匪浅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是美国加州硅谷的纯真年代古筝乐团，今天是2023年6月17日，以下的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古筝重奏《小苗青青》。
我们。